你敢翻手啊？翻手！哎、二狗子来了！哎，翻手！你那边站着去，二狗子来！啊！二狗子，哎，还开水果超市呢吧？对呀、啊。生意咋样啊？挺好的。你范叔借你10000块钱吧？没有啊。二狗子啊，你昨天啊，是不是在路边卸车了？对呀、啊，我是不是从那儿路过？没错。我干啥了？你吃我一个苹果。我没给你钱吗？咱俩这关系吃个苹果要钱？我给你10000块钱，一个苹果卖10000，我疯了吧？你是不是10000块钱俺这卸的车？你不给钱也不给你卸呀？那10000块钱是不是我的？婶儿，你过来来啊！我叔年纪不大呀，他这么健忘这是病啊，他有时你得原谅他一回，听见没？原谅不了了，老范头，是不是撒谎了？说，二狗子。哎哎，叔，叔你咋的了？叔，不是我到底是说实话不说实话？你爱咋咋地。那看这样，我得说实话了。婶儿啊，啊，昨天我叔是借我10000块钱，我这不还钱来了吗？你说你这孩子，那刚才你咋不说呢？有人不让我说呀。谁不让你说呀？哎呀，太好了。爸爸，怎么样？事情都解决了吧？那话是你让二狗子那么说的啊？啊，我不能眼看着把你往坑里推啊！是，你不能把我推坑里啊！你直接把我扔井里了。咋的了？田志峰啊、哎，你小子是不是有个毛病？就是一天要不给谁挖个坑，晚上你睡不着觉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你大姐夫啊！你大姐夫你挖坑埋他行，我可不吃这套。咋，对不对？我这么长时间我都一直替你瞒着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把钱放在那仙人球下边了？我跟二明儿说了吗？你小点声，我能像你这么挖坑吗？你别让二明儿听见啊。二明儿咋的？二明儿他听不见，他没在家。哎哎，什么情况？快点，春天在哪里？钱世芳，敢给我俩藏钱了是不？没有啊，我藏。哎呦，吵吵啥孩子呢？你吵吵醒了咋的了呀？来，大姐你过来来。钱顺芳、哎，你以为我管你要钱买那个水晶项链是给我自己买的啊？我是给我大姐买的。大姐和大姐夫今天结婚15周年，水晶婚，我买条项链怎么了？你至于把钱藏起来吗？哎呀，你要的那10000块钱和我藏的那10000块钱不是一回事儿。哎呀，我知道你爱大姐，我也爱大姐呀。大姐在咱这个家容易吗？街坊邻居们都看见了，照顾老的，照顾小的，是吧？今天大姐大姐夫15周年结婚纪念日，我跟大姐都准备礼物了都。啊，大姐啊，看，我给你买了块手表。太贵了，春春。哎呀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我下班每次吃饭，你得好好掌握好时间。大米啊。这么回事儿，你跟刚才这个纪念日啊，我们都记在心上的。你看，我也给你买一个礼物，跟钱世峰这个一样，也是往手上用的。哎呀，爸，我要那么多表干啥呀？表我买不起啊，我给你买一个擦手油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认识不？好像小时候见过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嘎啦油。你那个手，一到冬天就裂口。擦上他手就不裂了。啊，爸，谢谢您。你不用谢我，其实我也是为了自己，以后你手不再裂口了，爸的心也就不疼了。你也帮帮我好、啊、来来来，大姑娘啊，哎，这10000块钱是妈给你买水晶项链的，拿着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妈，你看刚子给我买了一个啊。太好了，我跟你说媳妇儿啊，那10000块钱我根本就不是藏的，我是打算给大姐大姐夫买单的。这还差不多，那该吃饭去了吧。不让买，那个加我一个啊，但我不白吃啊，我搬箱水果去。行，把这事说明白了。对对。
刚才谁没吃？走了，一起去。跟我走。